那除了放在，那除了这个，那这图存除了放在相机上面，那这图存除了放在相，这图存除了放在相机上面，其实也可以拿来连接各种的影音装置啊，你只要有影像都可以，像是电脑啊，你要传到一个比较大的会议室前面的电脑大荧幕上面。那除了刚刚的相机示范，那除了刚刚的相机连接方式，那其实一。那图传除了刚刚相机连接的方式，其实也可以使用电脑啊，像是你要在开会的时候投影到前面的最大的投影幕上面，那你还要去前面接线，然后在那里很狼狈，在那里接线，不用，你直接一个无线图传给你，然后你就直接连接，你就可以直接报告你的简报了，你不用这样一条线啊，然后在那里传来传去，有够麻烦的。那除了刚刚的相机使用方式，那其实你也可以连接任何的讯号来源，像是电脑啊，你要做简报，要前面的投影片，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无线图传就连接到前面的投影机。那还有像是家庭，那除了刚刚的相机示范，其实你只要有讯号来源都可以连接这个无线图传部分，所以现在。那除了刚刚的相机连接方式以外，我们其实也可以连接任何的讯号来源，像是什么 Xbox 啊、PSP 啊、PlayStation、PS4 啊、那除了刚刚的相机连接方式以外，其实你，那除了刚刚的相机连接方式以外，你其实。那除了刚刚的相机连接方式以外，其实你只要有讯号来源，不管什么装置都可以使用这个无线图传来连接到你想要的地方。像是我们现在电脑，你假设要投影到前面的荧幕上面，那我们现在是连接到接收。那除了刚刚的电，那除了刚刚的相机示范连。那除了刚刚的相机示范以外，其实这个无线图传，只要你有讯号来源，想要传到另外一个地方，都可以使用。那除了刚刚的，那除了刚刚的相机连接方式以外，我们除，那除了刚刚的相机连接方式以外，我们只要是有讯号来源，想要传到另外一个荧幕或输出装置，都可以使用这个无线图传。像是我们现在连接电脑，然后我们直接连接到另外一个荧幕，所以你假设你在会议室里面，你电脑连接不需要去拿那个 HDMI 线这样子接过来，有够狼狈的。你只要连接轻松的连接一个小装置，你就可以直接做你的简报，这样子不是很好吗？你还有其他的方式是？那还有像，那还有其他的像是你要，那还有其他的想。那还有其他的部分，像是我们家庭的，那还有其他的，那还有其他的使用方法，像是家庭的剧，那还有其他的，那还有其他的部分是，那还有其他的，那还有其他的，像是家庭剧院呐、啊，那还有其他的，就像是家庭剧院呐、啊，那还有其他的，那还有其他的，就像是家庭。那还有其他的，就像是家庭剧院啊，你不需要投影机在上面，然后牵一条很长的线上去吧，你直接一个无线图传这样子连接，然后你的投影机上面就可以接收讯号，免。像什么 X，像什么 Xbox 啊，Nintendo Switch 啊，PS，像什么 Xbox 啊，Nintendo Switch 啊，像 Xbox 啊，Nintendo Switch 啊，Steam Deck 啊，还是什么？像 Xbox 啊，Steam Deck 啊，Nintendo Switch 啊，PS PlayStation 啊之类都可以连接，这样不是超方便吗？像 Xbox。像 Xbox 啊，PS，像 Xbox 啊，Nintendo Switch 啊，Steam Deck 啊，像 Xbox 啊，Nintendo Switch 啊，Steam Deck，
像 Xbox 啊、Nintendo Switch 啊、Steam Deck 啊、PlayStation 啊，都可以连接，超级方便诶。所以像 Xbox 啊、Nintendo Switch 啊、Steam Deck 啊、PlayStation 啊等等的，全部都可以连接啊，就。所以像 Xbox 啊、Nintendo Switch 啊、Steam Deck 啊，还有 PlayStation 之类的，全部都可以连接啊，多么方便啊！那这边我们来测试。那现在这样子，那这边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影像处。那这边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我们影像传输的稳定程度啦。那顺便这个，那这边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个影像图传的连接顺畅跟。那这边我们就来测试这个影像图传的连接啊，跟流畅程度跟顺畅程度。那这边我们就来测试，那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我们无线图传的顺畅啊，会不会掉格啊，还有它的流畅程度到底怎么样？那这边我们就来测试。